受到农历春节休市影响，全台各地的蛋商鸡蛋囤货量也大，年后买气却未见热络。而台北市蛋商工会理事长林天雷今天表示呢，休市囤放的鸡蛋还没消化完，因此本周的蛋价是暂不变动，批发价维持49元，产地价39.5元。但是有蛋商预估呢，清明节前买气将会持续低迷，批发价可能会跌破40元。但是农业部强调呢，产地有在减产控制销量了，预计应该不会出现崩盘的情况。